大家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来介绍一段这个有关般若波罗蜜的故事。那么般若是我们从梵文译过来的，那么如果我们简单的翻译的话，我们会讲智慧，智慧。那般若就是智慧啊。那但是呢，这样的翻译呢，并不是非常的精准啊。那在因为智慧呢，它分两个，智以及慧啊。那我们比较精准的来说呢，这个般若Prajna是智啊，那这个慧呢，它是另外一个叫Jhana啊Jhana。那我们在讲十度的时候，就是六度再加上四度成为十度，十度的第十度呢就是慧波罗蜜，那这是不一样的。智指的是所谓的厚德智，也就是说我们经由学习，经由修行，我们可以去得到的这个明白明了，这个叫做智。慧指的是什么？慧指的是我们本来我们本性当中就具有的这个明白。所以有人叫做本智，或者叫做根本智，那它就相当于佛性。简单的说这样子啦。那么那这个慧呢，慧呢它是第十度，所以说呢它这个其实要讨论呢跟我们呢是还比较遥远，所以我们要讨论的呢是智，智慧的智。那么龙树菩萨他的大智度论里面的这个大智度论的这个智，智就是般若，度就是波罗蜜，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智度。那大智度论里面呢，龙树菩萨一再的提到，就是说波罗蜜呢我们广说可能84000，那么略说的话我们说有六波罗蜜，而实际上呢是只有一个智波罗蜜。因为我们真正要度众生，真正要度众生要靠的呢是智。比方说我们前面的布施你可以帮助他人，可是能不能帮助他人到彼岸呢？我们给乞丐钱，那这个乞丐呢他就能够永久的离苦得乐吗？不可能。必须要你还要加以智慧，有智慧的去布施才有可能去度脱他人。如果你没有智慧去布施的话，有时候我们不是还会害了他人吗？小朋友吵着要吃糖，你就给他糖，那糖吃了之后呢他蛀牙了，那这个不是给他带来痛苦吗？但是呢你如果给小孩子要吃糖，你给他糖吃，然后呢给他糖的时候你告诉他说吃完糖要刷牙啊，那以及说你要吃糖可以啊，那你先去把功课做完，我再给你糖吃啊等等啊，那这个就是应用布施，然后在布施的时候加以智慧，然后让他可以再去可以再继续去进步啊，继续再精进啊，那这样子呢才叫做般若波罗蜜。那这样子的布施才能够帮助到他人啊。所以说呢大智度论里面一直提到，就是说这个一切的波罗蜜都必须要以般若波罗蜜为前导，有般若波罗蜜来引导的这个其他的波罗蜜，这样子这些才能称为波罗蜜。布施如果没有智慧就不可能成为布施波罗蜜。持戒没有智慧就不能够成为戒波罗蜜。
那有人又会说了，那这个，我呢现在没有智慧怎么办呢？好，没有智慧，那你就不用行波罗蜜了吗？哦，不是，没有智慧，我们要去学习智慧，那在我们智慧还不够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借由前面的五个波罗蜜，我们更这个时候呢，或许还不能够真正成为波罗蜜，可是呢，我们可以借由修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而得到般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前面的这些波罗蜜呢，就能够真正的圆满好，那么所以呢，其实我们如果翻开这个佛经啊，翻开佛经里面的这些故事，可以这么讲，放眼望去，无非是般若波罗蜜，无非是智波罗蜜，那么那有一些呢，可能我们有些故事呢，可能比较着重在于探讨佛陀过去世他度化众生的方便他度化众生时候所显现出来的智慧那这类的故事呢，可能呢就会比较稍微长一点，比较复杂一点的那今天呢，我们来介绍个故事，这个是六度集经里面的这个明度无极里面讲到的他讲到说，有一次呢，佛陀呢在这个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那与这个比丘1250人那么还有菩萨万人一起，那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上首弟子，也就是舍利佛。佛陀弘法时候，主要的两个帮手舍利弗跟目犍连。那这个时候呢，舍利弗呢他就问说这个车腻，车腻呢他有什么样的这个过去有什么样的功德那么菩萨就指的就佛陀他出家前，然后说你如果在家的时候，你如果在家的时候，应该会成为转轮圣王。可是呢，因为车腻的劝请，然后呢，你这个能够这个出家修行，然后能够成佛车腻是谁？车腻就是释迦牟尼佛的马夫释迦牟尼佛出家前，他身为这个王子时候的马夫那为他牵马那像我们知道听过这个佛陀出四门佛陀出东南西北四门，见到老病死以及沙门的这个故事那这个就是车腻，车腻带着佛陀出去的。那当时佛陀问老病死等等的，这些也都是车腻跟他回答的那么车腻呢，其实车腻他也是这个。六群比丘之一，六群比丘是佛陀那个时候行为最不规矩的六个比丘，车腻是其中之一，但是呢，他行为虽然不检点，但是呢，他却还是有许多的功德，所以说舍利弗就问了，说，这个车腻为什么他过去世是有什么样的因缘能够引导这个太子出家？修行，然后成佛。那么佛陀就回答了OK 好，那佛陀不会讲 OK 啦，佛陀就善哉善哉然后呢，你这样子问这样子问得很好，那么我讲给你们听你们听看看那么就是说 佛陀说过去呢，菩萨生在尼诃片国。这个菩萨指的就是成佛前的释迦牟尼，过去世的事情，然后这个国王呢，国王呢就听说有人修行可以升天，修行可以升天，那么他就从小呢听到这些故事呢，然后就很向往，也希望说呢，希望能够升天。那后来他长大为王呢，他有一天呢，他就把这个国里面的这个婆罗门4万多人都叫来。那国王就问说，这个我从小啊就希望
这个以后能够升天啊，那么你们谁啊，你们谁能够这个回答啊，告诉我说升天的方法啊，那就有这个老婆罗门就问说，善哉此问啊，你问得很好，那我问你呢，你呢是要以这个身体，国王你是要以这个身体升天呢，还是你的灵魂要升天啊，灵魂升天就是肉身不走，就是只有魂魄走啊，然后这个肉身呢就是你灵魂不用离开肉身，直接走，然后国王就说，我希望呢能够就是说不离开这些享受，也不用离开我这个身体，我就能够升天啊，那这样子要怎么办啊？婆罗门就回答说，如果你是希望这样子升天的话，那你是要用很大的祭祀啊，你能够办很大的祭祀，那这样子呢你就可以升天，不用做别的啊。那国王听得很高兴啊，太好了，什么都不用做，我只要拜拜就可以升天啊。于是呢他就赏这个婆罗门呢金银各2000斤，不是两啊，2000斤啊。那么这些婆罗门呢就得到了这些金银财宝之后很高兴啊，然后就钱拿回去就花了啊。然后钱快花完了之后就想说啊，我们现在必须要这个回答国王要怎么样这个能够升天啊。然后就想说那么这个我们告诉国，因为他们其实也不能够肯定啊，然后于是就想说这个我们给国王一件比较难的事情啊，让他去做，如果他做不到的话，那个就不是我们的错啦。于是他就告诉国王说要找这个童男童女长得很庄严的各100人啊，那么还有象马啊羊等等种种的这个牲畜呢也各100头啊，各100头啊，然后呢要先供养我们这些婆罗门，然后呢把这些人畜呢同时的都杀掉，然后踩着这些人畜的骨头呢你就可以升天了啊。那就把这件事情就向国王报告，想说这个事情啊，这个杀人一般人是办不到的，那国王如果这个不肯杀的话，那就不是我们的错了，就跟国王报告。结果国王一听说 OK 这样很好，那就试试看吧。好，于是呢就叫这个臣子们就开始去收集，然后呢就开始去找这个童男童女庄严的，然后就去抢来。那这个当然没有人愿意啊，那刹那间呢这全国呢就哀嚎，那就是因为这个好的小孩子呢都被抢走，然后大家呢就很害怕，然后就开始抗议啦，然后跟就是聚集，然后跟国王抗议说，你身为国王啊，身为国王，然后呢你这个却违背了佛的教化，然后呢依着这些妖言惑众的这些言论来做，那这个呢是这个会导致你上国啊，然后就种种的抗议。那么那这些婆罗门呢这些婆罗门呢又重新又在讨论了，就是说那这个国王还真的敢做出这种事情出来啊，那如果明天国王真的把这些童男童女还有这个象马牛羊等等的这一些牲畜杀了之后，如果国王踩着这些牲畜的这一些失手，然后没有办法升天的话，那第二天死的大概就是我们了，所以呢他们又重新讨论，然后呢就想说，我们再想一件这个国王办不到的事情让他去做，然后放弃这一条。于是呢他们就去跟国王讲说，这个这样子做如果不恰当的话，还有一个法门会更好
那我们现在不用杀这个人畜，不用杀人畜，这引得这个全国乱哄哄的，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国王说好吧好吧，那如果有另外的方法的话，那这个我可以放弃，然后他们就告诉国王说，在这个就是在这个须弥山中有这个天人的妓女，那叫做人形神。那这边是这个是六度集经是比较古老的翻译啦。那人形神那可能是就说他指的是说长得像人的样子的这个鬼神，那么应该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钱达婆，钱达婆。因为钱达婆呢他是属于鬼道的众生，但是呢他长得非常的庄严美丽，然后歌声非常的好，那所以会去就说主要呢就是在天界，在三十三天呢当作月神，所以也有人翻译成叫做天庭月神等等的，那么从这个梵文翻译过来，我们就翻译成这个钱达婆神，那这个指的就是钱达婆。他们就讲说，有这个钱达婆呢，长得非常的美丽，那么这个如果说呢，你能够，国王，你如果能够找到钱达婆女，然后用她的血，用她的血，然后呢，来这个涂在这个人畜，涂在这个人还有畜生身上，然后你踩着一样可以升天，然后这个国王听了很高兴，说：“哦，那为什么不早讲呢？哦，这样子不用杀生，不用杀那么多，找到一个钱达婆女，然后这样子就行了。你为什么不早讲？于是呢，就说好，那现在呢，现在呢，我们就想办法来找这个钱达婆女呀，那于是呢，这个，国王呢就这个赏赐这些婆罗门，然后聚集，然后把这个消息呢散播出去，就是说谁能够有办法让我可以得到一个钱达婆神女呢？那这些婆罗门的想法是说，反正他找也找不到，然后呢这个找不到就不是我们的错，结果没想到呢，居然有人。这个民众里面居然有人回答了，说：“我听说呢，在这个第七山中，第七山中，这个是就是佛陀那个时代的宇宙观呐、我们就是这个世界的正中央是须弥山，须弥山旁边呢，有海，那旁边有一重山，一重山，那山外又有海，海之外又有第二重山。”那这样子总共呢有七须弥山的外面总共有七重山，那这边讲的第七山应该指的就是第七重山，那第七重山的外面呢就有大海，那东南西北呢各有这个各有一个大洲，东胜神洲、南赡部洲、西牛贺洲跟北俱卢洲，那我们现在这个世间叫做南赡部洲，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朝着须弥山走的话，我们会遇到的第一座山呢就是第七山，那么就有人报说，那我听说在第七山中呢有两个道士，有两个修行人啊，有两个修行人，一个叫做舍离，一个叫做优奔，那么他们呢应该知道这个钱达婆神女在哪边，那么国王就说好，那你去就是把这两个修行人叫来，于是呢，就派使者，这使者呢，到了这个第七山，果然找到了这两个修行人舍离还有优奔，就把他们两个带回来。那这国王很高兴呢，然后就这个设酒宴，然后欢乐了七天，然后问这两个修行人说，这个你们两个如果能够帮我把这个神女，也就是钱达婆女给带来的话，然后让我能够升天，我升天的话，这个国家就给你们，那这两个道士就是说，两个修行人就回答说，我们会尽量，
尽量做啊。那因此呢，他们就离开，然后就去寻找了。寻找了大概2个多月，从着这个第七山，然后往须弥山走，然后呢就看到说，哎，有这个很大的池水，纵广30里，那池旁边呢，池水的旁边平地呢，就有一个很大的堡城，珍宝做的城堡，然后呢，这个长宽高呢各80里，那旁边呢有许多的树啊，那非常的庄严。那池中的莲花，池中的莲花，这个花呢有千叶，就是有千个这个花瓣，1000个花瓣，然后呢有五色光照耀，那旁边还有许许多多稀奇的这种鸟在那边 叫着。那这个城呢，城门有7重，一重一重的有7重，然后中间有许多的楼阁宫殿啊，非常的美丽，那么进去之后呢，就有这个天帝，天帝就第四天就在这个城堡里面，他们到了这个须弥山顶了啦，那么可能不是去须弥山顶哦，是这个天人享乐的地方，那么七天之后呢，这个第四天呢出来游戏，然后到这个池中去池中来沐浴，沐浴之后呢，沐浴之后呢，就准备要升天了。那这个池底下，池旁边的树下，还有一个婆罗门在修行，那是一个获得5通的婆罗门，获得了五种神通的婆罗门，所谓获得五种神通，就是我们一般讲神通有6个，有6个，然后第6个叫做漏尽通，漏尽通，那得到漏尽通就是，断除烦恼，就是可以证得涅槃，那这个是漏尽通是只有这个内道徒才可以证得到的，那外道呢，能够证得的就是5通，那这个2个修行人呢，看到这个5通的婆罗门呢，就跟他们问，就说哦，我刚听就是这些天人们享乐啊，那这些音乐我听到非常美丽的啊，非常悦耳的音乐，那这是谁的音乐哈？那么这个五通仙人就回答说，头魔王女等1000余人，在这边游啊，来在这边游戏哈，那么这个声音是他们发出来的哈，那你们呢早点离开吧。然后呢，这两个就想说，那么这个婆罗门仙呢，他这个5通婆罗门仙呢这么厉害那神通高强，那我们该怎么办？该用什么方法才可以得到这个天女呢？那应该可能我们就是必须要用一些这个法术，用一些法术下蛊啊什么之类的，那因此呢，他们两个就偷偷的做法，然后呢，然后在这个下蛊在水里面，然后让这个天女喝了之后，天女喝了之后呢，这个她身体变重，那当这些天人享乐完啊，都要飞回须弥山顶的时候呢，只有这个钱达婆天女呢，她飞不动哦，飞不动。然后这两个修行人就赶快入水，然后呢用衣服把她绑起来，然后就把她给带走了，就把她带走，带回王宫了，那国王呢？国王看到说这两个修行人就把这个钱达婆女带回来，就很高兴那么就跟这两个修行人讲说，OK，那我这个我如果能够升天的话，那这个国家呢就给你们了那这个时候呢，国王他的儿子国王他的儿子叫做南罗斯然后他正在统治另外一个国王另外一个国然后呢，他的儿子叫须罗，也就是这个王孙国王的孙子叫须罗那这个须罗呢，他是一个很慈悲的人，很慈悲的人那么
那也致力于修行，啊，然后呢，他是就说他，就是也通达了内外道的经典，那么一心呢是要求取佛道的人，啊，那这个时候国王呢，国王把他的这个国王把他的孙子，也就是须罗叫来，啊，说这个我准备要升天了，啊，我准备要升天了，那今天跟你告辞。啊，那么，那这个现在全国的人民，哈，全国的人民，全国的人民如何呢？那这个，王孙就回答，就是说，哦，这个举国上下都安好，但是呢，哦，但是呢，我呢不大好，我不大好。那国王说怎么回事？啊，他说呢，我看到这个天女非常的漂亮，我喜欢上她了，我希望呢你能够把这个天女嫁给我。那国王听了吓一跳，哎，我今天要这个天女是为了要杀来用她的血升天的。那这个王孙呢，他是什么意思？王孙他知道说国王是要杀了这个天女，然后呢他就假装就是说我非他不娶，那这样到时候呢国王就可以把这个把这个天女嫁给他，他就不会杀他了。那于是呢这个时候这个须罗王孙他就绝食，就是说你如果不把这个天女嫁给我，我就死吧。那这个国王就因为爱护自己的孙子，那么就不得已呢，就把这个钱达婆天女就嫁给王孙了。好，然后这个事情呢好像就平静了。那么可是过了几个月之后呢，这些婆罗门呢又跟国王讲说，那你如果说呢这个把这些畜生呢都把它杀了，把它填在坑里面，然后呢用这个神女的血涂在上面，用神女的血涂在上面，在适当的时候我们来做这样的祭祀，那这样子呢就可以，就是说你还是可以升天。那么那国王听了说好好好，那我还是照办好了。于是呢就下令下去说，我们就是某年某月某一天某一天哈，这个良辰吉时，那这一天我要做这个祭祀，要升天的祭祀。那这个皇孙须罗听到之后，实在是受不了了啊，就把这些献祭的这一些婆罗门找来，就是说你们讲的这些方法是出在什么经典？出在什么经典？他回答说，这个祭祀应该要升，祭祀的可以升天，这个是经书里面有讲的。好，然后王孙说，祭祀你这样子杀害众生的性命来做祭祀，好，那杀生呢是一切的恶业最重的，好，杀生是一切恶业最重的，那么杀了之后呢，你就说未来呢你又必须要偿还你杀生的这些恶业，那只会，所以说这个恶业只会让你杀生的恶业只会让你堕到地狱，然后出地狱之后又是畜生恶鬼等等，那么即使生而为人呢，因为你杀生的恶业，那你也是会短命，然后呢会受到人家的伤害等等，哪有这回事，你这样讲是不合道理的。那这些婆罗门就说，这个你还这么年轻，你懂个什么，你懂个什么？那皇孙回答说，我过去是五百世生而为婆罗门，生为婆罗门，你们现在讲的这一些经典，我比你们还熟。那婆罗门就说，那你就你说你熟，你讲来听听啊。于是王孙就把这些婆罗门所必须要的这些经典四吠陀等等呢，就背出来给他们听。那么这些婆罗门就都呆住了。然后王孙就继续讲说，这个修行啊，修行不是这样子修行的
像你们这样子呢，这个贪求无厌然后行为污秽，然后自己呢饮酒取乐，然后呢杀害别人，然后种种的妖言惑众，那这样子呢是这样子呢，根本就不合修行的要旨，然后这婆罗门呢就很惭愧的就退下了。那么于是呢，王孙就跟国王讲，就是说，王孙跟国王讲说，要升天哦，你想升天哦，不是靠祭祀，不是靠杀生可以升天的，杀生只会让你堕入三恶道。你想要升天的话，你应该怎么样？你必须要皈依三宝，要明白无常、苦、空、无我的道理，那你要懂得要去这个。布施个众生，这个就是指这个布施波罗蜜。那同时呢，你必须要守戒、守十善、断除十恶。这是第二个。那这个指的就是这个戒波罗蜜。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就是众生对我们的伤害，一切的这个危害呢，我们都能够。忍安忍，然后呢，以三宝的教化为主，然后来帮助众生。那这是第三，那这个指的就是忍辱。那么我们然后呢，第四就是要精进。那么第五呢，就是要禅定，然后求得智慧，这个就是第六。那这样你如果能够照这样子修行的话，你甚至于都可能成佛，那何况升天呢？这升天呢？你如果这样子做，你升天，这根本就是探囊取物的事啊。然后这个国王听了之后，想说，这王孙讲的才是有道理，于是就很高兴，然后就大赦天下，然后呢，把这个国库呢就交给王孙来布施。那王孙呢就。布施七天，然后这个将这些财物呢布施给穷人啊，然后教导民众持戒啊修行啊，那然后这整那这个整个国家甚至于天龙八部呢都非常的高兴啊。那故事还没完啊，然后王孙这样子做得很好之后，就带着他的太太，也就是这个钱达波天女啊，就很高兴。很高兴呢，就两个呢就在宫中作乐，然后呢就正事就都不管了，正事就都不管了。然后这时候这些王臣又想说，这个我们的王孙，我们的王孙呢他这样子不理正事，他都是因为这个都是这个王妃的关系，所以必须要除掉这个王妃，不然的话呢，这个国事呢就要萧条了，然后他禀告这个王孙的爸爸，然后这个父王就讲说，这个王孙的妻子呢，是我的父亲，也就是他的祖父赐予的，所以这怎么可能轻易的杀掉呢？那不妨我们把他给叫过来，把他关起来，这样就好了。然后就把这个钱达婆女叫过来，然后就要把她关起来。那这时候天女呢，听到就觉得很难过，然后呢就是啊，算了，我回天上去好了，然后就离开了，就飞回往她所居住的第七重山，离开了。那她到达她要回到这个须弥山。那经过这个第七重山的时候，刚刚不是讲有这个。舍离还有优奔两个修行者住在第七重山，对不对？然后经过第七重山的时候呢，就留了一个金指环给两个修行人，说这个如果我先生来找我的话，然后呢你就把这个指环给他作为一个信物，然后呢就回到须弥山去了。那话说呢，这个王孙须罗呢，他看到说，怎么？怎么这个太太不见了？太太不见了，他很难过。
那这个时候呢，就有这个护工神，就保护这个宫殿的神呢，就告诉他说：“你不要难过哈，那我告诉你怎么，我告诉你道路，你可以去找得到。好，那这个，你朝着第七山过去，你就可以找得到。好，于是呢，王孙呢，他就穿着这个宝衣，这个会发亮的宝衣，然后带着剑还有弓，那就到这个第七重山去了。”然后在路上呢，就看到这个天女，她沿路插着这个树枝，树枝作为这个记号，她就循着这个树枝走，那就看到两个道士，这两个道士就是游奔还有这个游奔还有舍离，然后就问说，哎，你有没有看到个天女从这边走过？他们说有，然后就把她的金戒指拿出来。那王孙看到呢，非常的激动然后就要继续再往前。那这时候这两个修行人呢也跟着一起走跟着一起走。那么往前走呢，就看到呢有一个修行四禅的婆罗门，也就是他的禅定已经到达了四禅。他们看到说他禅定的境界这么的高，三个人就向他顶礼，然后问说有没有看到天女从这边经过呢？他说有，那你们先稍微坐一下，你们先稍微坐一下，我等一下跟你讲方向。那这个时候呢，第四天呢，他化为一只大猕猴，化为一只大猕猴来到这边，那王孙看得吓一跳，然后这个四禅婆罗门说：“哦，你不用害怕，这个猿猴是来供养的。”然后这个第四天化了这个猿猴，看到哎，看到这三个人呢，也觉得疑惑，疑惑就不敢往前。那这个四禅婆罗门就说：“哎，猴子你进来没有关系。”然后这个猴子呢就来供养啊。然后供养，然后就，那这个时候，这个四禅婆罗门就告诉猴子说，你把这个三个人带到这个钱达婆王宫，带到钱达婆王宫，然后这猴子问说，猴子就问说，是什么人想要上天去呢？四禅婆罗门回答说，哦，这个是这个国王的孙子。国王的孙子，他是国家里面这个居士之首啊，这个在家修行者之首啊。那他呢，志在求无上正等正觉啊，不是一般的志向啊。那他未来如果能够得到无上正等正觉呢，那他可以度脱无量的众生啊。猕猴听到就很高兴，就说啊，这个善哉居士啊，你如果能够。成佛的话，我愿意当你的马。你未来成佛的时候，我愿意当你的马。这个时候，这个优奔跟舍离两个呢，也同时发愿，一个就发愿说，如果你未来成佛的话，我愿意当你的奴仆。然后另外一个就发愿说，你成佛的话，我希望能够当你的弟子，成为上首的阿罗汉。然后这个。王孙听了就很高兴，然后就说：“好，那就跟着就一起往天上去了。”然后在路上呢，就看到有这个五百个辟支佛。那这个王孙看到了很高兴，然后就请这个猕猴再帮他散花供养给这一些辟支佛，然后就发愿说：“希望以这个功德呢，我能够很快的能够证得佛果。”好。然后三个就继续往前那终于呢到达了这个钱达婆城了钱达婆城，然后这个猴子猕猴呢就顶礼，然后就退掉了。那这三个人呢在这个城旁边就看到有这个童子出来要取水，然后就问说，你拿水干什么？哦，这个是王女洗澡要用的那王孙一听呢，然后就偷偷的把这个指环就拿下来，就把它丢到水里面，然后这个童子呢，把这个水拿回去，然后给这个王女洗澡。就他看到，哎，水中呢有一个指环，这个指环就是我留下来的信物。于是呢，就赶快就告诉
告诉这个童子说，是我的丈夫来找我了，赶快出去把他们请进来，然后呢就把这三个人带进来。那这个钱达婆女呢就告诉她的父王，叫做头魔，说哎，这个就是我的先生，那然后这个王孙呢就以这个女婿，就是自称为女婿，然后来拜岳父。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幽奔跟舍离呢看到说，哦，就是已经大功告成了，于是呢就离开了。那王孙呢留在钱达婆城，那么在那边住了七年，然后后来呢就是就是因为想念人间的父亲，然后就告辞要离开。那钱达婆王说，你先不用急着走，再留七天。那过了七天呢，就有一个神王，其实是鬼王啦，鬼王然后来跟这个钱达婆王道贺，就是说，哦，你的这个本来丧失的这个女儿，现在不但找到的，而且呢又得到一个这么好的女婿。那这个钱达婆王说，我这个女婿呢，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有很大的志向，然后他现在呢希望返回人间，那希望你帮我送他。于是这个鬼王呢就用他的神通呢，就把这个天孙就把他带回人间了。那他回到人间之后呢，那他就不再这个只耽于逸乐，那就专心于国政。那他的祖父就是本来的国王，很高兴就把王位给让给了他，那于是呢就这个王孙就成了国王，然后就统治这个国家，然后依着佛陀的开示来教化整个国家。那么之后呢，这个国王本来的国王他这个寿终之后呢，就如愿的就升到天上去了。那这个时候，那这个故事佛讲完之后呢，就告诉舍利佛，就是说这个王孙这个王孙须罗呢就是我，就释迦牟尼佛。那这个四禅婆罗门在他们路上遇到这四禅婆罗门呢，就是你舍利佛。那这个幽奔呢就是目犍连，因为那时候发愿就是说要成为他的上首弟子。那当时的舍离发愿就是说，我成佛的时候要成为我的奴仆，就是现在的车逆。那当时的这个第四天化为猕猴，有没有，就是我这个我身为王子时候骑的这一匹马建德。然后当时的父王就是国王的儿子，国王的儿子，这个王孙的爸爸就是大迦摄尊者，那当时的这个祖父就是现在的净饭王，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父亲，然后当时的母亲就是这个佛陀这一世的母亲，那当时的这个钱达婆女，就是现在佛陀出家前的这个太太，耶稣陀罗，那这个呢就是佛经记载的一则有关于般若波罗蜜的故事，那是当时呢王孙，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过去世呢，他为了要救这个钱达婆女，也为了要让这个真正的法教让世人能够明白，所以说呢他跟这个外道辩论，然后能够用他的这个智慧回忆他过去世所学习的这些经典，那么显现出他无比的这个智慧，所以这个呢就是一则属于智波罗蜜的故事。护持专户，兆丰国际商业银行南台北分行，账号03009015770，户名
中华民国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加入藏研会，个人会员每个月100元，中心团体会员每个月1000元。联络电话02-2503-7635 ，email ttbtvoffice@gmail.com。愿世界看见佛法，阿弥陀佛。